高雄民众日前在苓雅区直击一名男子坐着电动轮椅，竟然在马路上面狂飙，眼看绿灯亮起，他还立刻加速往前，沿途是行驶右侧车道上，让其他用路人士看傻眼，直呼这个行为真的是太危险。据了解，乘坐轮椅通行不在画设之人行道，依法可处500元的罚锾，只不过罚钱事小，倘若衍生事故或不幸遭撞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